大家好，我们是深圳市发现味业，专门做植物灯这块的啊，主要是以线性横流无驱动的，不需要电源的这个成品加光源。你看呀，我们这个现在做这个防水测试，这两条金鱼是活的，是活的啊。现在我们这个光这个灯具啊，现在已经通电了，220伏，直接放水里面，没有不会电人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通的220伏的电啊，看一下，高压电。因为我们这个光源呢，做了漏电保护测试，然后光源单独的光源是 IP65 防水，然后我们这个外壳呢。外壳这个也做了防水，所以说这个防水性这块非常的好。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，厚度啊只有25个毫米，50瓦足功率，重量是580克，这个是像做那个亚马逊的速卖通啊，这个出货啊非常的好，尤其是像运费呀、仓储费呀都是非常的省。然后这个我们做的主要是以全光谱为主，全光谱的，然后做这个，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测试，做一些种菜呀，还有水果啊，你看，现在就是草莓已经开发了。